我推荐袁绍大人如何？那么，我袁绍就当仁不让，任此盟主之位，誓将诛杀逆贼董卓，以正朝纲。 联合军开始攻击了，请让小女子随您出阵。 动荡中原的黄巾之乱在讨伐军的奋战下很快的就平定了，但是，事局仍处于混乱当中。就在此时，董卓带兵进驻洛阳，掌控了朝廷的实权。董卓加持年幼的皇帝，军权在握，又得天下第一猛将吕布之助，使得朝廷纲纪大乱。 在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下，董卓在京城实施暴虐无道的恐怖统治。不满董卓的暴政，曹操发出了讨伐董卓的檄文，号召各地群雄一同举兵。群雄蜂拥而至，共推袁绍为盟主。于是，反董卓联合军就此成立。初平二年。 两军在京城洛阳之东激烈交战，战火蔓延到军事要冲的汜水关、虎牢关，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。孙坚军由正面。 曹操军从山上朝汜水关进军，他后方的袁术军一起夹攻，刘备军绕道进攻虎牢关，敌军很厉害，大家小心应战。 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太招！太招！我讨厌你们！打败敌将了！太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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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战争，村落不通。我们也得树立其他人了。是杀入虎牢关，取下董卓的人头。我讨厌你们！
我们也别输给其他人了。杀进去！我讨厌你们！我讨厌你们！我讨厌你们！厉害！
风，经费啊！